有睡眠障碍啊，那没有关系，睡不着。现在很多啊 ，FB 还可以上啊，不过半夜不要吵到人就对了哈。好，这个是题外话了。那我想，哦，现在还七点啊，我们的音乐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光台据点的志工大姐带来《再爱我一次》，来，再次掌声欢迎。